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史莱姆。Hi， 我是团子。你的声音为什么变得那么温柔？这个 BGM 这么的柔，要配合一下。对，配合一下。对，这一款非常的温馨的，是温馨吗？好像不是，只是那个 BGM 非常的动听。一般这种很动听的音乐都会伴随着一个悲伤的结局。对，都是这样，所以我已经习惯了，所以我不打算用一个非常温柔的开头，说不要。我现在已经很温柔了。对，没错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玩这个游戏叫做 To the Moon。对，是一款得奖的游戏，得非常多的奖，然后音乐非常好听，也非常多实况主喜欢玩这个游戏，所以今天我们也来玩一下，到底有多厉害，我们就试试看。很恶心啊，这样开始。然后开始，好 ，To the Moon。对，这游戏的话，在 Steam 上面卖的话，它还有自带的有官方中文。对，因为我其实这个游戏我买了很久了，我买的时候是没有中文，它好像最近才更新的。对，它后面更新中文的这个好像是汉化组汉化了之后，把这个版本提交给制作组，制作组就把它更新进去了。哦，那真贴心，因为其实我找汉化补丁我找不到，然后我就没有再玩这个游戏。毕竟英文的话还是有点难，因为里面很多故事。对。就剧情向的游戏嘛，对，但是里面只有简体，所以大家就没办法体谅一下。小女孩在弹琴，哦，所以刚刚都是她弹的，应该是，有点厉害。不行，给我载一个她的 BGM 好不好？哎，可以买，好像。她应该是有 OST 的。对对对，可以买，我来听。哎，男的都。出了什么？哦，为什么可以跳啊？他什么技能是可以跳过？哦，这个是松鼠。哦，松鼠避开了动物。哦，对，他避开了动物，他切的方向不太对啊。他切的方向是从水里面开出来的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要管那个细节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不要在细节嘛。对，对不起，是我错。哦，还碾过他，还是撞到了树？其实是没有背过去，拖过去。这是公司的车。嗯，好烦，是不是烂剧情？为什么世界这么复杂？是你撞车了？好吧，好吧，写报告。我感觉他们两个人就一直在互相吐槽。那个男的挺有趣的，哎，怎么突然间拿到东西了？哦，他们拿到一个仪器在车里的，因为他们应该是一个研究所的人的嘛。哦，是他还没死哎。哦，他对不起，已经死了。这故事好残酷啊，一出来就发便当。对，要不要这样？死了一只小动物了，都我已经接受不了，我不管了。好啊，应该没什么好探索了吧？我就直接。哎，这边可以上，等等，别忘了车。哦，还要关门，帅气的自动关门，嗯，高科技好不好？哎，来到野外，这里有野怪吗？看着这么古色古香的，我以为是手动的，结果他们可以遥控。什么手动遥控？就是手动去关门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哎，有石头哎，我们应该先要做一个锤子。他们的安全系统，试试把它推开，可以找来树枝。怎么了？哦，可以选择，好，放弃任务并回家。回家啦。不能回哦，哦，给我选其实并没有。哎呀，寻找树枝，肯定寻找树枝了。对啊，不是笨蛋，好不好？哎，找到，好快，欸、好快，哎、欸，好呀。会不会太快了？这个最管用。不，他不是，这是石头吗？他是打爆我的石头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啊，气球，气球，所以是只是长得像。假的，吓死我！我以为他有那么厉害，天生神力可以把石头贯穿。哎、欸，有一个松鼠跳过去了，好可怕！他回魂的，应该是另一只啊，不是同一只，我肯定我认得他，这长一样的好不好？只是压扁了刚才那只，哇、哦，好恐怖的！太厉害了，这是钛合金狗眼吗？这种像素味的游戏，它都可以辨别出哪一只松鼠是一只的。我肯定我认得他。哎、欸，这不就是刚刚小女孩的家吗？对啊，所以进去玩弹琴啊！哦，吓死了！
门外面有人经过，以为是游戏里面的。好逼真的高跟鞋的声音。哎，不动了吗？哦，可以动。我还以为进入剧情了。对啊，忽然镜头上移，就是感觉进入剧情了。对啊，他是有 bug 了吧？他没有啊，他只是让你看一下远景嘛。但是他不回来啊。进门啊，那边有门啊。没有，他那个电影线不回来啊，他还是保持在电影线。他肯定有 bug。哦，有了，妈，他们来了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哦、退休要开车还不来吧？对呀、啊，那么大的房子，这个就是这样看的话，至少有多少？这是笨刀的。开门了吗？开啊。通宵工作，我懂，我真是劳累啊。是否提供咖啡？哎，这男的一直在嘴炮，哎，一直在抱怨，好烦啊！他吐槽力好强啊。对。此外，孩子波图还轻哼着摇篮曲。孩子大波，怎么大波、啊？这不是？对，我觉得他很烦，他这个人真的烦死。哎，东西忘了啊？哦、对对 对, 对, 对，他就知道我说什么。你哪有付出多少还要装人家的车，为什么到处跑呢？真奇怪，蠢啊、哦、来到了地幕，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，但是我一直以为他们是灯塔。两位一定就是 Dr. Walls 以及 Dr. Wall。 哎，这个怎么念？不知道。 Wussel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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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usselin侯塞雷，侯塞雷，侯塞雷呀、啊，侯塞雷呀、啊！你们这么快赶来，真的太感谢了。Lily， 我们还把车给撞了。对啊，哪里哪里？老实说，我不擅长预测死亡日期什么的。哎，所以说，请问你是冰人的女儿吗？哦不，我只是他的保姆。病人的女儿，所以是一个老年人吗？一个。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，Sarah 和 Tommy。为什么保姆的孩子会住在这个房子？应该会解释吧。哦 ，John 就让他们住在这儿了。哦，懂了懂了。他很厉害耶，都知道我想问什么。对，他的剧情有点写的不错。你说这个 Johnny 就是我要见的人。Johnny， 我说，如果我们认父的是个小屁孩，我可不可以找错人了 ？Johnny 是 John 的昵称。不，你误会了。他只喜欢别人这么叫他。哦，看这个老头，他心态比较年轻化。对，喜欢叫 Johnny。Johnny 一般都比较可爱可爱的叫法吧。对，他们两个以为是小孩子。尿，男生情商子，我们走吧。说明他们两个是医生还是怎样啊？好了，不要再吐槽了。奇奇怪怪的医生呢？拿伤子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好了，赶紧上楼了。应该不用探索会得到什么金币了吧？行了，他们走了。先到先弹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弹钢琴嘛。哦，他们抢着弹钢琴，真是喜欢弹钢琴。你赖皮，你敢退了我？才没有啊！对不起，我反转了，随便你吧。抢到的是那个无聊的音符。哦，他们是四手连弹，四手连弹，连我不念的字。哇、哦，又来。神奇的钢琴少年少女，对啊，哇，好好听哦！哇靠，这可以，这也真的非常可以。对啊，是超神，好不好？感受着陨石重量的人是我。太厉害了，一个医疗箱就有陨石的重量。他好好搞笑、哦、这个人。对，哦，这有个门，这看不出来。好了，老头，好老头来，我给你，这应该就是老头了。我给你一个治疗的魔法，让我来给你上个 buff。对，一个无敌的 buff。我、哦、开始设计，我、哦、先看看嘛。当然，一开始刚刚不是才吐槽了要节约时间吗？当然不好啊。哦，还撑多久？哎，我们就看他能撑多久。
啊，我们就先这个笨蛋能把箱子放下再走吗？刚刚还说不行，那么累。哎，这是浴室哎，哎那边闪闪发光的那个灯下面、哦、真的有东西可以捡呢。哎，哦，然而并没有，对不起，只是一个灯。我错了，这边还有路吗？应该没了，一些室内的东西吧。哎，可以看照片，可以看照片，看这个，一个女人拿着某个黄蓝色东西的画，好吧，真是抽象啊，没不想看呢、啊。来，我们开球吧，开始设置。好，来，是的，一会就好了。看看我们干嘛？可是我还以为这种肯定是用键盘去玩的，结果是用鼠标。说不好可能玩键盘也行。你们确定靠一个普通的电源就够了吗？别担心，我们柴是专家。感觉柴怎么像是日文的那个人？可能字库有一些不对吧。哦，这破镜。哎，请问专家呢？标准流程只是帮你进入状态。哦，所以这个机器是怎么应该？我觉得是跟他回忆有关的一个机器。现在这个老头已经濒死了嘛，一直都在沉睡。对，或许是要帮他回血，可能要来个手术魔力，是不是？他状况怎样？不容乐观。哦，只剩一两天的时间了。我、哦、靠，这些时间就够了。就够了。所以说，他们公司专门负责去帮一些死人去做一些哦，实现心愿。哦，他们是龙珠的传人。哦、不是，我知道了。这设定有没有感觉是应该就是在梦里面实现他们的心愿？哦，对，应该造梦机器吗？对，应该是。我们总能成很牛，可以不用那么自卖自夸好吗？太那个了，我觉得这种瞬间给自己立个 flag。哎，问他去哪儿，他说要去月球。月球，他想去月球。你是阿波罗吗？还想去月球？好了，刚刚说了四次了，我们 to the moon 嘛，就是说去月球了。其实老家伙一个比一个疯狂了，是吧？那么你能做到吗？情况而定，他也没有什么把握。好烦了，太老实了，我觉得那个瓦特一直都在吐槽他。那个我真的不太了解。Johnny 是个古怪的人，我在这儿工作了两年中，他几乎不说话。我刚刚就说了四次我要去月球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他妻子刚去世了。哦，刚他妻子刚去月球，原来他是后裔，他妻子是不是人家刚死啊？详细的不太清楚，好吧。看上帝的份上，看他 ，OK， 猜嘛。对了。如果这房子里面转，哦、可能会得到更多信息。要叫我们转了。好，我签了合同。好吧。哎，谁？选那个逗逼瓦特好了。交给我吧。瓦茨吧，那应该是。他说自己演过福尔，怎么念？福尔摩斯。他还是中学同学。嗯。得了，都一样，一人都不一样好吗？完了，华生是一个，虽然也是一个很得力的助手啊，是挺废的，我觉得。我、哦、滑鼠也是，键盘也是可以操控的。哦，几本医学周刊。我觉得滑鼠操纵起来比较舒服。滑鼠？啊不，除了键盘。反过来讲。嗯。好吧，我们就到处看一下，肯定是看了一些画啊，很明显啊。浴室应该没什么看的。对啊，肯定看画了。那些画应该会透露一点剧情的细节什么的。对，很明显，左边这个就是一个月球嘛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他们外面那个灯塔呀，就是悬崖那儿的话、哦。那个肯定是他老婆啦。嗯，或许吧。一张某种动物，或者三个人的简笔画。哎，这是完了吗？完了。可恶！有办法跑吗？怎么那么慢？按住 shift， 对啊，我看按 shift 有没有开始跑，应该会下楼去找两个小孩吧。好吧，问他们了解一些细节，比如说你们亲生父亲是不是楼上那位？欸、他有东西给我。哎、欸，我刚要走了。一般是钥匙。哎、欸，给我什么？哎、欸，是谁跟我说要给我的？
果然、哦、还是已经给我了。哦， 是你医生，远程医疗监控系统让我了解巨人的最新状况。对，他没有智慧按钮，他手抽筋，白痴哦。哦，我们要保证在他活着的时间之内完成一些。说我们赶快是不是？也不是说赶快，应该是在，或许有什么限制？哎，还真有哎。哦，这是时钟。音乐又来了。音乐来来来来，小屁孩来来。问问小屁孩有什么线索？小屁孩，你想干嘛？带我参观房子啊。好吧，也许我们会，也许。所以他想要逗我吗？六子连弹了吗？熊孩子想要干嘛？我们要10,000,000元，不止妈妈藏起来糖果手账。没错，那个也成。架子顶上。哦，要去厨房。好吧。好吧，帮你拿了，烦死了。对，我们要对小孩子也要和蔼一点。对呀、啊，其实我并不想做，而且那个吐槽能力那么强的人，肯定啊，马上就找到，秒找到，厉害。不够高，哎，还真不够高，推凳子啊，搬凳子，开个灯，先开个灯。哇、哦，这灯好温馨，应该是那一把凳子吧，黑色的那一把，不是说。黑色这个吗？对啊，感觉有点像。这是凳子吗？并不能推。可以。哦，嘿嘿，说神奇的力量啊！它自动移动的，刚刚是。好了，搞定了。那个小屁孩，不要弹了。来来来来，好了，把糖果手杖交给他们了。给你们了。其实那个糖果一点都不好吃，小朋友知道吗？我还没吃过那个，好吧，从哪儿开始呢？好吧，知道地下室有些房间。哦，肯定是有非常奇怪的，搞不好有一幅画。哦，他藏了一本书在里面，说的是《The Layers of Fear》，就肯定是往下走了。对啊。哎，地下室怎么走？哎，那就往这边走试一试。所以那个装饰吗？并不是楼梯吗？哎，真的有一幅画，肯定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全程恐惧的剧情。那边还有两个箱子一样的东西放那儿。哎，为什么赶不出来？那去那边吧。我觉得画室大家差不多了，这个。哎，这是浴室，应该不是。那地下室只有那一把楼梯可以下去啊。哎，或者这里是不是可以拿书啊？其实就是这里啊。我知道了，这边要关灯才能看这个书吧？不是，就是要读两次。就看之前读过吗？读过一次啦。哦、嗯。对啊，我们读过一次啦那本。哦、嗯，好吧，我们终于把钥匙给找到了。就奇怪啊，原来钥匙是藏在那个书房的《昏光之城》那本书里面，你要读两次。我不知道竹篮才还是要关灯才读，反正如果有读第二次的时候状态有点不太一样嘛。对，好，我们看看这有趣房间，简直洞穴。开灯啊！我靠！哎，全部都是小纸片，然后纸片好像是人形吗？兔子，不可以吃兔兔。一只毛绒鸭嘴兽，战斗力是多少？如果可以削人家、啊、敲他一下、敲死了吗？摆正他。 OK， 拉着他获得玩具鸭嘴兽，一个坏了的八音盒。八音盒是那种我觉得是可以走进去的，折纸的兔子走不进去，好像都挡住了吗？先把灯打开吧，可以进去吗？不行，不行进去是吧？只有出去了。我、你看见了吗？你们知道这些兔子是怎么一回事？什么都不知道。那老头不让我进去，让我也不会提过说吧。实际上还不止这方，我指兔子呢，还有的在哪里？废弃的灯塔里。哦，悬崖下面。想去看看吗？我有钥匙。你又有钥匙？不
不让你们去。好恐怖哦。肯定啊。不过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肯定走啊。怎么办？所以这一个选项就留在我们下一集来揭晓吧。当然啦。你先当然在那种很纠结的地方停下来。好吧，我们这一集的 To the Moon 先来到这里。非常有趣的剧情，我觉得挺开始来到有重点的地方。对，挺扣人心弦的这剧情。对，我们看看，而且挺有趣，对白到底会怎样。好的，回来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